下午的1点半，我现在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广场，我身后旁边这里围满了好多人呢，不知道是在干嘛，我们过去看一下吧。刚刚大家也看到了，这么多人围在一起，原来是几个大爷大妈在跳舞，跳得挺不错的。只是大家出来看表演的时候，一定要把防护工作做好。现在还是疫情期间，一定要把口罩戴上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